各位好，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鼓棒的事情哦。有些人会问起，就是在初学的阶段会不知道怎么样挑选鼓棒，所以这边就我对鼓棒的理解做一点分享。现在画面上你看到有一些鼓棒，这是我手上拥有的鼓棒，也是我最近常使用的几种鼓棒。借由这几种鼓棒来说明一下，我们怎么样挑选鼓棒。我等一下要说的是没有先后顺序的，所以并不是我第一件讲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先，我想要先从鼓棒的 tip，也就是鼓棒头。一般说鼓棒头，其实我们很难去定义说哪边是头，这边是头还是这边是头。但是我在这里说的鼓棒头，是指的这个 tip，是鼓棒前面的这一小颗哦，这个颗粒的这个有一个敲击的这一端，最常用的敲击这一端哦。那这个头啊，它有一些形状的分别，也有一些大小的分别，像画面上的这一颗。 哦，这个鼓棒啊，不是这一根鼓棒，不是这一颗，这个头是一般我们会说这是三角形，但是所谓的三角形，你会发现有的非常的三角，有的是像画面上看到这个是有一点三角，又有一点点圆，哦，这样子的感觉。那我再找一个比较三角一点的，像是这一个、哦、m i n o 的这个鼓棒，这个画面上看起来，你就会发现它比较三角，更接近三角形了。 那刚刚我所展示的这一个 Big First 的这个鼓棒，你会发现相对的，它就相对的它的头就比较没有那么三角，比较圆一点。另外，鼓棒的头还有大小的分别哦，大小我们等一下再讲哦、喔。先来介绍几种型，像这个是比较椭圆形的，这一双是 Tama。 哦、他妈的鼓棒，这个材质也蛮蛮有趣的。等一下我会说明。还有一种是方形的鼓棒，其实主要是讲侧面看起来的形状接近方形的头。像这个也是比较椭圆的鼓棒。另外有一些鼓棒的这个头是接近圆形的，一颗整颗像一个球一样的，也有那样子的鼓棒头。不同的鼓棒头，它的造型啊、哦，主要的差别是在于。 打铜钹的时候，或者是打鼓的时候，打在鼓皮上面，它的接触的面积以及接触面的那个形状不一样呃，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椭圆形的这个这双鼓棒，呃，我们来，我用个方式来来让大家体会哦、喔，比方说，这一个是，欸、我找一个真的鼓皮来好了。画面上你看到这个鼓皮啊，当我用鼓棒敲击在鼓皮上面的时候，如果 呃，我的这个鼓棒的角度是跟鼓皮接近平行的。你可以想象这个椭圆形的这个棒棒头，它的接触面是比较像是一条长条形的这个接触面。如果我的手稍微的抬高一点，鼓棒跟鼓皮的哦这个夹角变得比较大了，有一个比较大的角度，这时候鼓棒的接触面就变得比较少一点。 所以声音就会因此变得不一样，主要是改变接触接触面积的大小以及接触面积的形状，这会影响到声音传导的形式。你可以这么想象，就好像你走在路上，你看到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你想要从背后拍他一下，如果你用手掌拍下去，这个感觉跟你用拳头敲下去，感觉会不一样。哦，因为你你的 手接触到它身体的这个面积不一样，所以嗯，产生的那种力量的传导方式不一样。透过接触面积的不同、哦，所以会产生不一样的力道传导的形式。等一下我会实际上的测试给各位看。另外一个差异就是鼓棒头的材质，有些鼓棒的这个棒头是用尼龙的材质哦，像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个 Ahead 鼓棒，它这个棒头用的是就尼龙的这种材质。那这个头。 在敲击到铜拔的时候产生的声音会特别的不一样啊、哦！当然，这些所谓的棒头，即使是木头的材质，也会看它是枫木，或者是呃 Hickory，或者是珊瑚桃木，或者是橡木，这些不同的木头的材质哦，即使是这个尼龙，或者是也许有其他的材质，都会使敲击的时候啊、呃、产生不一样的声音。那讲到这个接触的这个棒头，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像这一种是。 羊毛毡、高压的羊毛毡的这种头，啊，或者是像一些用毛线捆的这种头，或者是橡胶头，或者是树棒，像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树棒，都是因为他们在敲击的时候力道的传导方式不同，来产生不同的声音。但我们现在主要会聚焦在鼓棒上面，也许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下这些其他的打击器材敲下去产生的声音。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鼓棒的长度。 这一点是比较多人在一开始挑选鼓棒的时候会忽略的，除非你遇到一些特别怪异的长度、一些特别奇怪的规格，不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挑选鼓棒的时候会忽略鼓棒的长度。我举这个我非常推荐的一双鼓棒，这个是样的五 A 的鼓棒，它的长度我没记错的话是四百零六公里。 这个是一个非常中庸的长度，也可以说是标准的长度。一般来讲，我们就以它为作为一个基准，以这个为基准去对比，你会发现有些鼓棒是比较短，甚至不到四百公里；而有些鼓棒会比较长，甚至到四百一、四百二十以上。这些不同长度的鼓棒，它在挥击的时候，就是你拿着鼓棒在挥动、敲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手感。 基本上，越长的鼓棒在挥动的时候，那种甩动感会越强。比较短的鼓棒在挥动的时候，一般来说，它的反应速度很快。演奏比较快速的音符的时候，用短一点的鼓棒你会觉得比较轻松；用长一点的鼓棒，你会觉得稍微的没有那么反应，没有那么的灵敏。但是这只是原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握鼓棒的这个位置比方说。 像现在画面上这个位置，以这个为基准的话，当你往鼓棒头的方向多握个一两公分，你会发现挥动的时候的速度会比较快。那反过来，即使你握得很短的鼓棒，你拿的鼓棒很短，但是你握到非常的后面，非常靠近画面上这样子的位置哦，那你会发现挥动的时候你需要多一点腕力，你要去找到合适你的长度的鼓棒，然后当然也要搭配一个合适的这个握鼓棒的这个重心的位置。 当然，有些人今天刚好没有带鼓棒出门，然后你遇到一个刚好想要跟朋友一起玩一下，有机会去见一下，你可能随手借了别人的鼓棒就开始打了。这个长度不见得是适合你的，这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你握鼓棒的位置哦，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即使长度不是你非常习惯的这个规格，你还是可以找到比较理想一点的控制方法。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鼓棒的重量。 这个就跟每个人的用力方式有点关系了。有的人的手劲没那么大，他想要用轻一点的鼓棒，比较容易操控、触动的这个动作比较容、比较灵敏一点。但是比较轻的鼓棒，它有有它的其他的层面是你要考虑到的。比较轻的鼓棒在敲击的时候，它的穿透力会稍微的弱一点点。当然，比较重的鼓棒，它的挥击的时候，力量传导打到鼓里面或打到铜把里面的时候。 传导过去的力量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会影响到力量的传导。那就看你的音乐的形式。如果你是非常重视力量的表现的鼓手的话，你的鼓棒的重量就不宜太轻。那如果你是一个重视点的精准度以及呃掌控那些弹跳的手感，然后你希望这个以灵敏为主，那也许鼓棒不需要太重，就是你觉得顺手，以顺手为主就好了。 但实际上，在挑选的时候，你很难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顺手的。所以，我会推荐一双基准，以一个基准作为开始。那你第一双的鼓棒用久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第二双不同的规格，你去比较一下，你会知道，也许你比较喜欢新的规格，或者是喜欢前一个规格。尽量比较各种不同的规格的鼓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的演奏的内容也持续的变化，那当然就没有标准答案了。 你会随着你的演奏的内容变化，以及你的掌控力的变化，你会一直想要去试试看各种不同的鼓棒啊。有些时候你会找到很适合你的，有些时候你会持续的探索啊，这些都很正常。再来，我讲一下鼓棒的配重哦，鼓棒的配重跟另外一个鼓棒的修的会有关系。什么是修的呢？就是肩膀的那个修的，有些鼓棒的修的很长，有些则很短。我先说明什么是修的。 我以这一双哦这样的五位来举例哦，所谓的修的是指这一段从鼓棒头这一端一直到鼓棒的这个粗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最粗嘛，从这里以下都是一样粗的的部位了，哦到最粗的部位这一段长度由细到粗的这一段看起来，我、嗯、们就是这个慢慢变粗的这个这一段长度就是它的修的，这一段长度越长的话，修的就越长嘛，那它的。 这个配重的就越靠近后面手握的这一端，那就是前面这一端就越轻。反过来，如果这一段越短的话，表示到很靠近鼓棒的这边还非常的粗，所以在前面的这一端的重量就会比较重。在挥动的时候，呃，快要打到你的小鼓或者快要打到你铜拔的时候，那一种向下挥击的加速感会比较重一点，那你也会觉得有比较多的穿透力。 当然，它在反弹的时候，由于前端的重量比较重，你会觉得反弹会稍微钝了一点点。那反过来，如果是修的比较长的鼓棒啊，像是这一个系列，我们有时候我也蛮常用的这个，这个 v i c f i r s t 的这一个 American Jazz 的这个系列哦、喔，它的这个修的就是比较长的，前面这个细的部分拉的蛮长的，那它的反弹的。 感觉反弹的感觉就非常的灵巧，你在 ride 上面做一些 swing 的一些节奏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反弹感很好，这是我喜欢的部分。但是在用力向下挥击的时候，这个力量的传导就稍微弱了一点，你可能就要靠更扎实的挥击的动作来弥补这一方面的呃不足。再来，我讲一下握感。所谓的握感，就是在握在手上的这个手感哦、喔，这跟鼓棒的粗细有关。 有些鼓棒是比较细的，有些鼓棒是比较粗的。那这个你可以从它的规格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哦。你就一般来讲，标准规格是五 A。那如果你遇到呃七 A 的鼓棒，可能它就比较细一点。那如果你遇到五 B 的鼓棒，甚至三 B 的鼓棒，它的鼓棒的这个直径啊，所谓的直径就是鼓棒这个把它截断的话，你看这个切面是圆形的，看它的这个直径，这个就比较粗一点。 啊，是这样子的差别。像画面上看到的这一款，啊、哦、这一款其实我还没有开始打，这是我最近觉得看着有趣，我就买买来玩的。新款的 v i c v e r s 的鼓棒，它就稍微的粗一点点，大约介于比五 A 多一点点。哦，那像是，呃像是这样的也有一款是五五五 A，啊、哦、就比五 A 稍微粗一点点。让每个品牌。 对他们的鼓棒的规格命名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些微的差异，所以要实际上去了解它的规格，或者是你亲自去试过，以你的当面测试的手感为主。那有些鼓手喜欢饱满一点的握感，所以他喜欢粗一点的鼓棒；那有些鼓手喜欢细一点的鼓棒，像是有一个很有名的鼓手叫做呃 Jeff Hamilton，他的鼓棒就非常的细，我握在手上就非常的不习惯。 那个细的程度几乎是跟煮面的筷子差不多了好，一个非常细的鼓棒，非也是非常厉害、很有特色的鼓手。好，再来最后我讲一下，稍微在测试之前我讲一下材质，就是常见的鼓棒是 h i c k t r y h i c k t r y 的材质，基本上你都你都会看到写在上面哦，会有会有一连串字，画面上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是你找任何一双鼓棒要，又看应该会找得到关于这个材质的标示。 一般来讲，大部分是 h i c k t r e 就是珊瑚桃木，这个材质是最常用的。但是如果你会遇到偶尔，像是像这个奇怪的这个材质，也不是非常的少见哦，还是有，但是比较少数一点。这个是呃 t a 的古棒，这一款是橡木 Oak，这一款古棒就是非常的坚硬。橡木基本上就是材质非常的坚硬，所以它。 呃，用来敲击的时候，因为它的硬度比较高，所以敲击在铜钹上面的声音也不太一样。当然，它也会蛮耐打的，所以看你是喜欢它的耐打，或者喜欢它的那种坚硬的声音，嗯，看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而选择这种鼓棒。当然，它的手感也会不太一样。另外，有一种木头叫做呃，就是 maple，就是枫木。枫木的鼓棒，基本上以我的感觉是比，呃、当然没有像这个。 Oak 没有像橡木这么硬，也没有 Hickory 没有珊瑚桃木那么硬。我的感觉是，橡木比较硬一点，再来是 Hickory，那枫木是在比较软，也比较轻，以至于它在敲击的时候，它有一种更更明显的木头共鸣声、呃，非常的好听。但是我在这边手上没有，因为我觉得那种鼓棒的手感太轻了，我打起来不是很适应。但是我很喜欢它的敲击在 Ride 上面的那种声音哦。